Hello， 大家好，我是我少女时代特派记者林真心宋云华。那今天呢，我们终于访问到我们的目前的小鲜肉，就是最当红的小鲜肉王大陆。来，我们先开始玩个那个快问快答游戏，可以吗？来吧，哦，太棒了。好，快问快答。首先第一题，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刷牙。好，那用什么动物形容自己？快问快答，快问快答。猪？你说什么？猪吗？我听错了。乌龟。为什么？因为我有养一只乌龟。形容自己，形容自己，不是问你养什么宠物。就是、慢慢的爬也会爬得到想要的地方。我觉得这王大陆最近的好，快点，掌握越来越多，有学到越来越多怎么讲话这样。好，那最常被经纪人念的一件事，或是一百件事。不要太随便。不要太随便，我能理解。如果有神灯，你会许什么愿望？就是帮我许一下我们的希望我们的那个我的少女时代可以入围金马奖，入围演员奖，入围影帝影后，影帝影后，并且拿到，并且夺取，夺取，夺取，完蛋了！啊，不是不是，不要闹不要闹。好，那个第六题，请问洗澡先洗哪里？肚子。哎呦 ，OK OK OK， 好，如果明天末日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明天末日就是跟喜欢的人抱在一起。抱 ，OK OK OK， 棒了。那你相信一见钟情吗？相信。有被林真心一见钟情吗？林真心就不会一见钟情。哎、啊、，OK OK。喜欢一个人就是不知不觉。哦、看，真的、啊、真的越来越会讲话哎。那在爱情里最不能忍受的部分是？任性还是不讲？太吵，女生不洗澡，太吵的女生，太吵的女生，对，就不能沟通吗？不能沟通，对， okay， 不懂事。好，那请用一句话来跟女生告白。我、哦、这应该很多朋友想要知道。跟女生告白啊？嗯，就是台词用用啊。希望你的愿望里也有我。嗯。那个是来自我的少女时代的我少女的台词哦。那那个最受不了女生的哪一个举动？就是太吵，我蛮怕吵的女生。对啊，吵也是个举动啊。为什么看着我说？好，好了好了，不要这样。OK， 如果可以想要拥有一种超能力，想要哪一种？读心。读心。读心术。喝醉后的反应？回家睡觉。会翻白眼吗？会。好，那包包一定要带什么东西？钱、钥匙、手机。OK， 好。最近的口头禅？必须的。嗯，必须的。什么什么东西？必须的。OK OK。如果被困在荒岛上的话，好棒哦！对啊，我是很会主持。如果在困，你比那个宣传主持好。我跟你讲，是演完这个，我可以接一些主持活动。真的。好，如果困在荒岛上，你会带哪三样东西？荒岛哦，可能没有网路这样。荒岛手机这样，女人，然后家人呢？荒岛东西东西不是东西啊？对对对，那就是带一个荒岛，双下巴跑出来，不知道好好不知道带什么。如果可以整形，你最想整哪里？整形整八块肌，整八块肌。哦，这个直接 OK OK。那生气时最常出现的反应？徐太宇的表情。感受到，感受到啊！最近烦恼的事情，就太多剧本烦啊！哎那个主持人帮你剪掉。身为朋友帮你问一下，最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很开心我的少女时代破亿哦。好，那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才华？才华，据我经纪人口述说，我的才华是划拳。我个人是觉得他真的蛮厉害，玩各大游戏的时候，我们完全就是没有很少很少赢过他。你要讲一下你那个？我会玩剪刀手部的原因，是因为我小时候玩剪刀手部赢到一台怪兽对打机。怪兽对打机？对，怪兽对打机。对啊，对啊。然后我们的活动就是测拳赢，对，就是五十个人测赢的人拿怪兽对打机。那我是那个冠军，所以我特别去研究了剪刀石头布。哦，这个你最会了，请做出自认最可爱的动作。OK， 跳过这一题，受不了，好了。请用三句话来赞美今天的主持人。哦，好好说哦。你有没有觉得我其实很有主持的天分？就是反应快，人又可爱，聪明，然后长得又很……深沉一点讲好不好？她真的是一个很棒、很可爱的女孩子。如果
就是要帮我整男友。对对对，如果有对还有兴趣，请打下面电话。零九哒哒哒。那就谢谢明州的朋友们。